修这个白莲花王的成就以后呢，一个自身成为莲花童子本尊，你就是莲花童子。我有讲过啊，这个佛性平等论，佛性平等论，佛跟佛之间是平等的。将来我们现在虽然有等别、有差别、有差别，但是我们都是最有福分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将来成佛，全部都叫成华光佛，全部都是华光佛，佛跟佛平等，没有差别的。名字虽然有差别，但是其实是平等的，全部都是莲花童子。这个白莲花王修成以后，就到佛国净土去。